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童话多美好啊！现在情人节啊，只是厂商想出来的计谋。不过你觉得啊，正因为这样子，我们才可以光明正大的跟情人过一个甜蜜的日子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啦？我在想，为什么公主老是会碰上麻烦，被巫婆诅咒的睡美人，被王后陷害的白雪公主，被后母虐待的灰姑娘，哦，还有今天晚上出现了一个为了情人节橱窗熬夜的黑人公主。如果我们这些公主没有惹一点麻烦的话，王子怎么英雄救美啊？难道一定要赴汤蹈火才会是真爱吗？王子真可怜，在公主的眼中，他只是一个收拾烂摊子的人而已。你睡着了？你不会又要我帮你加班了吧？你才不是我的公主。这是高子琪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他跑出去了。这个我们到外面再讨论吧。现在只好镇静下来，然后警卫马上就会到了。镇静下来。之
因为我们在橱窗里面，那我们就趁机的扮演睡美人跟王子吧。啊！我们海月集团的二公子真是个话题人物啊，一回来就闹上新闻。不过这个睡美人是哪个部门的？是我们部门的，我会按照公司的规定严惩。是我的错。他昨天布置橱窗到深夜加班，是我要帮忙。我有没有听错？布置橱窗？我们的王子为了泡妞，居然纡尊降贵跑去布置橱窗？不过身为总经理，为了公司的声誉，就是自己的弟弟呢，陈楚还是要的。总裁，请定夺。今年橱窗布置的口碑怎么样？报告总裁，截至目前的统计，橱窗照片在脸书和微博的转载以及浏览人次已经高达了50,000，其中95%都是正面的评价，甚至有顾客反映希望能够开放睡美人橱窗，让他们进去拍照留念。每个橱窗展出的商品也都得到很高的询问度。很好，总裁，我们不可以纵容这种破坏声誉的行为。那就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。这件事情是你闯的祸，你打算怎么善后？与其发新闻稿越描越黑，不如留给媒体追逐八卦这个空间。在情人节前几天，富二代爱上小智媛这个现代灰姑娘的大头条，可以让海月省掉不少的宣传费。所以现在公司还要感谢你，可以帮我们省一下宣传的费用。高子琪，你这样的方式逃避责任太好笑了。好了，这件事虽然子琪不对，但你身为总经理，应该以如何降低伤害、解决问题为优先，不要意气用事。乔总监，今后所有的媒体新闻，让林小杰以公司媒体发言人的身份来回应。是。子琪，以后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行为，不要损害了公司的名誉。对不起，总裁。居然百悦超市在情人节开幕了，正好配合海悦情人节行销活动，可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。如何？超市在情人节当天开幕，铁定要版面，没有版面，因为人潮没有人潮啊。肖总监，超市重新开幕的事情交给那灰姑娘吧。是。我很想看你这一次怎么把危机变为转机啊。各位，散会了。老板，你怎么不反抗啊？怎么反抗？我，林小杰，到我办公室来。总裁刚才会议上宣布，接下来由你
担任海月百货的媒体发言人。发言人？可是我应该没有权利当发言人哎。决定之前先想清楚，公司升迁的机会可遇不可求，错过了，绝对是你的损失。明白了，总监，我非常想要当发言人。请问这次海月百货情人节服装设计的理念是什么？对。我要结合童话故事跟产品，然后主题是等待公主的王子。赘词太多，请问高子琪与米小杰这个橱窗睡美人的创意是怎么产生的？那个，你怎么想到直接说，不要犹豫？总监，我非常想要当发言人，但是这件事对我来说有点复杂。记住，所有复杂的问题都要简化，说话的时候不要吞吞吐吐，要有自信。面对媒体，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代表的就是海月百货。这次我会让艾琳先把公关稿准备好，照着稿子念，你总会了吧？我会尽力。不是尽力，是一定要做到。还有，这几天少吃点，上镜头要好看，至少要减个5公斤。是，请问有橱窗妹的八卦吗？哇，你现在很红哎！继那个影印妹、打杂妹、脚印妹之后，有个新称号叫做橱窗妹。李佳怡，你很无聊哎。哦，那无聊，橱窗妹不错了啦。你哦，要是再过2年被人家叫橱窗姐才知道嘞。拜托你，你不要跟他们一起起哄好不好？我哪有？我不知道，为了那个代言人的事情啊，我明天中午要去请行销公关部的人吃饭。来吧，姐。嗯，好啊 ，OK。我真想不到陪我一起排啤酒塔的那个男生，竟然是高思琪。我还叫他陪我一起工作，我的天哪，我也太巧了吧！所以啤酒塔帅哥也是他。哇，那等于你们共同成交了2次哦。哪有啊？2次加班都加得很细惨，哪有什么春宵可言啊？嗯，是吗？哦，不然嘞，我跟那个高子琪哦。不要说是男女关系，我们连那种普通朋友的关系哦都称不上。啊，称不上。嗯？你看这照片，拍得很有 feel 哎。为什么公主老是会碰上麻烦？嗯，如果我们这些公主没有惹一点麻烦的话。王子怎么英雄救美啊？难道一定要赴汤蹈火才会是真爱吗？来，自己拿着，我去洗澡了。